远，好好那个。惠东大南山位于广东省惠东县增光镇与海丰县接壤的地带。给我们呢？开。本次由龙岩寺大牌坊启灯，预计走环线回原点，行程21公里。好啊，沿路有多个指示牌指引出口方向。哇哇哇哇哇，对啊，走此芒草堆时需注意蹄，夫妇要被割伤，从石中见有岔路，必须往右走。慢慢走啊，右边把这个岔路正好不明。哎，这个石头我好像有见过。哎塞，哎塞，紧急出口方向吧，哪边就是。有水了，不是，我就是临接着，在我这边下大水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么水，它才往水上来。嗯，到啦。走至土公路时，可由土公路上山，或是自行爬登山路线上山。都没有人。哇，真漂亮的。哇，对啊，手机下不是防水。整个路程雨下不断，行进时要注意脚步，避免滑倒。如果带雨的话就要收起来了。
你算最大。我走，但是去年星期五水水压到底就是这么大的雨，是啊，那很大的雨，确实视线很差了。然后你也不是那么肯定自己走的路是不是对的。然后你那么想，其实是很危险的啊，一个人啊。对啊。那又冷嘛，是不是？你走不出去。就像。好，咱们走。对了。就是这里，没错。开始下撤，此路段全程都很滑，行进间要注意落脚点，并善用登山杖或抓树干。侧点走。应该是这边吧。现在走了。是啊，真的特别舒服，哇！现在可以看到一点了吗？嗯，舒服一点，他们运气不错呀。不晓得他们唱啥。他倒是同一队的。会滑。谁在吗？很滑吗？哈撒，安全出口哦！好久没看到这个牌子，好久没有。嗯，又是这种话，随处可见。嗯，话说后面都没有人，后面后无来者，有溪水。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。区内严禁吸烟，严防自燃。
庙。嗯。这个庙。对啊。走出山林后，再走30分钟到达停车位置，大牌坊，完成大雨中穿越行程。嗯。不行。这个平常都不吃的。就前面的。嗯。前面的就是。这个酸奶。好。吸水。哈撒。哈撒。好。再拍上。